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？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。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，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，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，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，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。抓到你们了！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，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。